头发，那个，你被芥末呛到了，你这个大傻子，太吓人了，我一口吃下去了，好辣吗？我特别期待你吃进去的样子，可以吗？好辣，好辣，好辣，这么辣吗？来，我们接下来看看齐溪的表情，还好吧？他后劲很厉害，来个猛的。对，你第一口你没发现的，还好还好。那呀，眼中的泪水是怎么回事呢？真的，你要不要试啊？试一下嘛，好期待哦。你来喂我一个吧。你吃还吃进去，还是要吐出来？你可以吐出来。你真冲到这儿了。特别刺激。来，试一下吗？对吗？来一个。可以。你给我来一个，我吃了。你确定要试一下？很刺，很臭，是不是？芥末没了吐的样子。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马上就冲上去。哎，我们每个人都要、哦。每个人来一个，每个人来一个。牙齿要来个猛的。哦。这非常夸张啊。挑战，有勇气，我佩服你。哇。秀姐，这样应该没事。秀秀，你会不会粘太少了呢？像这个头尾，头尾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突然有一下上脑的，上脑这样。对，好，阿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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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边像大胃王。你吃一个，来吧。吃一个，我还蛮饿的。你吃了没有魅力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美国了，我拉都不想死。要蘸那个，毛毛姐。来，毛毛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哎呀，牙姐你要害我，把你这样淋上去。哇塞，毛毛，你看阿雅多爱你。只有快点吧。对，哎，那杏儿，你这样喝一口吧。